佛啊，就像要培养咱一番也爱参加感恩，有爱的人才会晓去为人群而付出，会晓感恩的人才会当时时感恩道。佛陀在世时，嘛是时时。安尼会教贴，以教导弟子，必定爱心存感恩，必定爱时时保持慈悲。但是啊，凡夫啊，有几个人会当体会到佛陀伊所教导？的意义呢？就讲佛陀伊的弟子群中，提婆达多本来嘛是佛的弟子啊，也若要讲俗亲啊，伊嘛是佛陀的堂小弟啊，也是王子之一。后来出家啦，出家了后，伊的心态是认为，讲伊甲佛是同兄弟。出家了后，佛陀应该呢，爱加予伊一寡法，爱予伊比别人搁较侪，别人也未在以前。伊就希望佛陀爱大乘佛意，在佛陀的教育，比丘平等啊，何况讲伊体会到提婆达多啊，心有不归，所以伊就无答应提婆达多特别的邀请。所以提婆达多放在心里，真正是怀恨，感觉佛陀无好意，比别人较侪，这是佛陀唔对啊！伊感觉伊真埋怨，所以才想讲，伊敢会当甲佛平等起来？伊啊，希望将来。伊会当头做新佛，要做新佛，啊，都要打倒旧佛啦。所以伊必定爱有一股的势力。伊呢，就伫僧团内底不断的搜索啊，凭着伊的聪明，凭着伊的口舌，倒也是伫僧团的内底，嘛是有一群的人。对，后来提婆达多甲乌舍世呢结群为党，要安怎样？会当好消灭了释迦佛，倘好拥护提婆达多起来造佛，那想着种种的办法。安尼要来陷害佛陀。提婆达多啊，把大清官给住。佛陀出来时，用大清来去总管，打死佛陀。佛陀伊的慈悲，伊的威力，制服了大千，渡过了这个险难。
好来啊，提不达到，就搁再去请家境的高手，大家人去你迄个树顶里，等着佛陀要入城来去度化这个中间，在迄个树拿的所在，恭敬拢敬好啦，一个好灵下。是刚这个方向下，在这呀，从四面八方集中不同的所在，看到这个字的空中啊，天花一对呀、啊，大家人就着惊呀。在这个中间，佛陀下定了，看到这些字空中啊，安尼直直散落来。佛陀面带着笑容，向周围的树啊扫视一下。树顶的人啊，非常的震撼。不由自己，大家人就从树啊顶跳落来，向着佛陀的方向礼拜、求忏悔。大家人听到佛陀的说教啊，就向佛陀问：“你这么正慈悲啊，是安怎提婆达多呢？心遐尼正赞果，累处？”都是要害佛杀佛，到底是什么款的因缘呐？佛陀叹一口气讲：“不是，这世人是生生世世，他就不断对害，就用过去心，有一个航海家，伊的上船呐。”出海去啊！在海中无游了后，伊要回来的时候，遇到漩涡啊！这只船呢，就伫迄个所在伫咧打转，无法度通靠岸去啊！伫这中间，有一只海龟冒着性命的危险。将伊的身躯去顶到这只船，把船摊翻起来，该渡过这个漩涡啊！这只船回靠岸去啦。这只海龟呢，出真大的力，所以非常的疲倦。就伫迄个海平的所在困去啦，把这只船抱落来，物件也无损失，人的性命也平安。不过这个上主感觉讲，经过了一日外啦，粮食拢无啦，腹肚枵啦，要倒也摕物件来吃呢。看到这大姑啊！在那个海边睡去啦，伊呢就拿着一支刀，一挂商人啊，该主动，唔通啊！这只龟是救咱的命，咱应该爱报恩，哪通搁甲杀呀？人啊，较要紧啊！一只海龟算啥物呢？无受人的劝告，落手抬落去。佛陀把这个故事讲到这，就讲：您知影无？那位上主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。一只海龟是我释迦牟尼佛，过去生无量劫以来不断的付出。但是呢，提婆达多还是不断的因种修。不过，因为有提婆达多，
才有我今仔日释迦牟尼佛啦。所以我的心中一点啊都无妄，一点啊都无分，还是呢是这份的感恩。咱听这个故事了后，咱会当知影，人啊，爱心慈悲是偌呢正重要呢。有了爱，有了慈悲，才会当通好知影感恩。哪怕是伫逆境中，伊嘛是用感恩心来面对逆境，无唔对。无有提婆达多，哪有今仔日的释迦牟尼佛呢？无有逆境，哪有法度通好知影一个人的修行，伊的爱心、慈悲、宽容的力量到多位呢？所以咱若是想要学佛，咱应该都爱学佛陀这份宽容大量、慈悲大爱的心态，甚至呢，爱时时感恩道。